名女方志梦幻同志婚，一夜撒2000万。这一首是黄美玲最喜欢的歌，所以今天可以不断的安排，用心设计，用了他的真心。爱情长跑30年的洪伟明和吕方志前往完成终身大事，同时庆祝凯沃成立30周年。小燕姐和张艾嘉一路见证他们长达30年的相知相惜。哦，这段影片不止洪老师自己看得哭哭，也让志玲好感动。我到昨天看那个影片，我再也不做演员了，所以我决定我要代表洪伟明做一件事情。你看着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你愿意娶我吗？接下来就要交换信物啦。哦，瞧洪伟明得意的嘞。洪伟明偷偷从巴黎定做的国胸百万白金钻戒连另一半都瞒住嘞。他对婚礼之重视，连桌上每一朵花怎么摆我都先看过，包括场地布置到彩色的一切细节都由他亲自监督打理。整场婚礼花费高达2000万。不过在台湾呢，同志婚姻并未合法。洪老师不想去国外登记吗？答案是否定的。他说，我不在乎形式上的意义，办这场婚礼只是我的梦想，也希望提升大家对同志的 image。 至于新婚守夜嘛，另一半有没有什么浪漫表现呢？洪老师说，他只是握住我的手，这就够了。英国娱乐新闻，一定要幸福哦，报道。